同行练神，神发鱼目，微生鱼藻，静起于涌泉。行练神，叫两个眼睛要集中，精神要集中在上丹田，上丹田就在眉心。微生鱼藻，手要用力，前扑后抓，龙有登天之势，也就是讲龙有登天基地之势。登天就是要跳起来，要跳得高，重得远；基地就是落地时候，要速度要快。说龙有登天基地之势，一定要把龙的精神练出来。前手往回挪，前后手一起往回挪，往上钻，手钻到极点，腿抬，膝顶肘部，